小姐姐走路就是这么有节奏，刺激。第一位，欧巴丹尼斯坦，丹尼斯坦。难道你眼神就涣散？为什么和你没聊几句，腿就开始颤？我爱上你的眼，我想吻你的脸。想第三位，我会挣好多的钱，再卸下贵贱，和你一起放牛去。叫声我的阿妹 ，Baby you don't worry， 你是我的花蕊，哎呀。